我上去了，屏幕就定格了，然后我就一直不动在那里。刚开始是正常的，就玩着玩着变成那样了，你算逃跑了。应该是，肯定算了。都算吧，这都不在，我估计是他是不是刚更新完那服务器的事儿啊？开始吗？不知道了，咋了？在你家。这回正常一点。我不知道，那就算了。不是那个，你要上我家去，上我家去就。你要上我家去，那我就看看，等会儿问问。我7点应该刚下班啊，应该还比较晚，应该好晚了。行，拜拜。四个法师，这要到哪呀？这游戏终究是法师的天下。那这玩意儿不能打后期呀，这局。也不需要打后期啊。前期就抓崩，前期抓崩就完事了。不是，抓不崩，抓不崩就输。不是，抓不崩的时候就是见面打一套扔过去，然后就搁旁边等着就行，再打一套就可以。关键队友不等。优势路吧，同学。好。天下唯我本初可见。终于刷野了，那满山的金子。你猜呀，我猜呀。老，哎。你猜。
来了来了，哎，不想玩，哎，抓不住他，怎么敢慢不学跳，哎，领了领了，去吗？哎，这是个好东西，哎，这领了领了，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呢？不知道，哟。幺幺，他没技能，好疼，他没技能，他没技能，哎，啊，他没加那技能，你居然控那个去了。我的操，这咋拉野啊，周一刷三波的手啊，我操，不拉了。哎，小伙那你死了。哎，有那啥，死不了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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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二级就可就抓不着了哟，只能杀庞统了。技能好了吗？有技能。这个好办的，有波儿了。庞统与史波儿。来一手，哎，我操，哎呀，靠，你往哪儿去呢？哎呦，你看不到旁边有多个不想玩吗？我靠，那不一直都啊？那带啪那声一丝儿响，好不好抓、啊？你不能那么走啊！你搁那啊？你那么走？不是，那不想玩就在那待着呢。你看，我靠，这能那么走吗？
刚才那么走绝对没问题。上那时候是旁边有视野，你绝对有问题，不能那么走。他旁边是，你没看步小蛮的站位吗？步小蛮是在。咱俩从那边走就绝对死，从那边走是咱俩在一起杀他俩。那你就错，那能一样吗？不是，那咱俩去百分之百，指定至少有一个人死在步小蛮手里。算不明白这事儿呢。刚才他之所以能杀，是因为他有视野。卡那块，走，我怎么去？正常，先控旁啊。也去啊，分享了。哎，干完了。不去，那俩人。控，水晶能不伤害你。我可随手啊，我天下。等一秒，等一秒。哎，怎么看到了个破字？啊，那鞋带呢？这儿。好，这儿。他妈人挺多呀！等，我这随便扔一个，靠！我操，没死。我没死，啊！这瓶血磕对了，我怎么了？哥哥又跳了，哥哥就不是哥哥了。哎，吓一跳，你们怎么又卡了呢？哟，没人。哈哈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翻木了。不想玩，很有信心呢。我下来直接瞄我是吗？马良从野区过去了。怎么到啊？我还奔中去。二。我俩是做戏的，你看马良是做戏演
错，那哥们儿也是。伤害挺高的。马良。快，小伙手挺快，嘿嘿，哎，被阳了。Oh no！ 好，走球，回血球，哎，啊，我想把这一手撤了。先要。你去的也老多人了，文丑啥都刷野的人。我操，不走寻常路啊！我操，哎呀，我发现呢。你们就这么把他给做掉了，你们好意思吗？太脆弱了。做掉我操！这个漂亮，啊啊啊！小悟空，虽然碰上了那个，但那漏了一个人呢。
他肯定不想玩吧？我都不想玩吧？你来法师，啊，几个币，哎。我第一个装备出的就是金箍，他 BKB 有毛用。取消了，我看到他取消了。干他，消他。哎，好了，捡条命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出生是我，咬大招咬的有点慢呢。四连龙输出有点高啊。先出个啥？沉船儿啊！来收鱼，我现在收鱼，收鱼。鱼吃啊，停电了吧，老师应该走了。你打算问问，我问你问问人。操你妈，你是来送死的吧？呵呵，哎，你们人呢？那你他出地挡了。好，哎呀，选择了个危险的动作，果然死掉了。给他奶一口，哎，鱼，奶口他也得死啊！我操，奶口挺长的，你不看看多少血？我操妈！出个金箍，我出个羊，出金箍。如果我得出专属了，我出金箍有点远了。你不出金箍活不下来。有一个就行了。有一个个肾呢，谁他妈救你？我操！你不救我谁救我？我操，那个100%是够自己留着。这问题唠的不就有点远了吗？我恨不想玩，看都不要玩。关键是人家一堆人开 BKB 的时候，你就一个金箍更不行。一会儿我也 BKB。
你比克利他不是比克利啊，咱不不是。摸摸几个字。哎，我操！完了，轮奸了。手机大哥呢？我操！别耍了，兵甲就完事儿了，出来吧。你想干什么？人丑还找不着咱呢。妈呀！哎呦我去呀！哎呦我操呀！我可随手马得天星。你们只配给我提鞋。周瑜，你不死，千里不容啊！周瑜。死你天天不容，我操，在那儿能杀成啥呀？咱俩没大爹，那还不是你给坑的？谁坑的啊？我啥坑你了？就选一个靠谱的硬控啊，迷竹之类的不行了，然后再那个出一把金箍，就完全就绝配了。这为毛是我坑的呢？我操，我这也硬控啊！我操，我起很大作用啊！你有啥作用？我老多作用了，我没作用我杀人，没作用我控他们，没毛用。你现在是周瑜一点用没有，好不好？哎。差一点，操！哎呀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王子，在星战前的给大家介绍这首。咋享受单杀呀？咋的？
哎呀。上楼。要买。不回去。哦哦哦哦！现在后悔有没有进步了吧？靠！这你要出啥，你就得舍弃另一半，那没招。你说什么？我说那没招。你想啥招？我要出进步的话，我就出不了专属了。你出了也没什么用啊，现在。我输出啊！我操！我这半天我在干啥呀？我操！搞差位置好吗？输出现在在我和迷卢这儿，我俩的大输出。我跟你开玩笑呢，你看清楚了。你这个真不用看，你都不用想。我纯卡包，我干嘛呢？我这半天我也没闲着。完了，我要死了，救命啊！啊！你妈的！我以为周瑜长大了，周瑜还是没长大。这五个人头，这个墨迹呀！不假。哎呀！打败你！我操你妈呀！哎呀，你大爷啊！哎呀，别！
别！操！不是，来！没办法，他红灵哥那一瞬间好了。引刀猴啊！我操！小伙你要倒。这他妈红林又好了，别杀我呀！过了。稍等一下。